是我们特地从景宁奢香邀请过来的问邓。哇哇，这太高了，哇，这有难度啊！你别乱，一个，接下来的就是操干，他可以推可以拉，只要把对方推下凳子就可以了。我跟王冕斗，也就咱俩旗鼓相当了。接下来进行触目扫。接下来是推石嗓，脚不能离开这个石嗓，然后往前进。来吧，来吧，来，我抬你，我跟中间抬，快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试试，走走。来，再来一个，再一个。你怎么把人架过去了？后脚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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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着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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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着急。救命！咋不动了呢？走走走走走。慢慢来，不急，你腿比他长，你怕啥的？歪了哥，我们不能太快，对，他要斜着，哎，对，可以，都说不出来哪儿疼，哪儿都疼。今天来的都是你们的好朋友，所以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友情烟花。我们的客栈的原址以前就是峨山的花炮厂，烟花花炮还得了很多大奖。哇，点头之交，我们是君子之交，我们是泛泛之交，知音之交，肺腑之交，心识之交。张大飞，咱俩一组就是泛泛之交。我们想要那个肺腑之交，我们想要那个大炮，我们想拿那个炮的。我咱俩就把君子之交赢了就行，行。有没有直接断交？其实今天特意邀请客栈家族成员来到这里呢，是想请大家帮我们测试一下新的趣味运动项目，如果效果好的话，我们就要把项目加入到明年的民俗运动会当中。形影不离过杆，嘉宾两两分组，通过沾着面粉的横杆通过且横杆不掉下即为成功，成功通过且通过高度最低的队伍获胜。那完了，那咱俩这体重咋背呀？感觉这个游戏咱俩不太行，要玩。哥，咱们可以这样呀，我扔起来你，然后我在这儿接。可以，这个好主意。我们先看，打个样。那如果迪哥他们准备好的话，他们战术都已经商量好了。当然准备好了。来，我们有请迪哥。来，我戴个头盔。我顺一下啊。顺一下，没有。没有，无实表演，你确定吗？迪哥，这是想象与现实的差距啊！王子异，谁带王子异去看病啊？可以，来吧，来，我先试一下重量，来，一起跨，跨，一起跨，一起跨，跨起来，跨起来，我干，加油，我为他们加油。对，我背你吧，还是我背你吧，还是别扔了，背这，小心点啊！你上来啊！我上来，你走，蹲下走。蹲，走，我天哪，耶，扔了我，把我扔掉，过来，就是跟你们想象好像不是特别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有请下一组。我可以背你，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。就你确定你背我能背得动啊？哎，我先试一下。一二三，可以，好，走，可以，哇，
很轻松耶，好顺利啊，还有余地，有余地。原来这么简单就能过，请问前面有些人为什么要过那么复杂呢？真是，我们为了过出花，过出花，过出花。杰哥和王敏先上吧，加油！呼声相当高，来吧，我们过来一点，都采用这招了，行吗？走，走，加油，加油！对，可以的，还有很大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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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下一组，你俩别有压力，我俩过了。好，哇，可以吧？哇，可以。哇，这个好软。加油！加油！哎呀，腿着地了。腿太长了，请问一下，你朋友是喝多了吗？整个人瘫在上面，而且腿在地上。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多了。你朋友纯粹喝多了，腿要抬起来。我怕你太沉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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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缩缩着腿缩一点，这样会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，哎，对，就这样。这是过了没过？算算算，也算一算。厉害厉害厉害！我让杨迪帮我一次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杨迪，你帮我啊！好好好。背着还是我朝上？你随便。那我朝上啊！好，一二三，走。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游戏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杨迪。主要是鼻梁子太高，你还能带着杆下来。我本来都过了。不，我们孙坚组还可以有一次机会，让唐嫣可以跟另一个搭档。OK。如果过的话，就取更好的成绩。可以，我们就像刚刚那样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现在背着，然后背着，这样过来。啊，了解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来来来，来，你先上来，你先上来，往上跳一下。啊！腿得弯下去，腿得弯下去。不要，再弯，再弯。好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哇，这个太难了。再低一点。对。好，跨腿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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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加油！哇！耶！我可以碰地吗？脚也不能碰地。我们过来了。行不行？不行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。就我就是想扑过去。好，那我们沙哥和杨哥德高望重组。两位大哥期盼已久。头盔啥的都不要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那个要那玩意儿干啥？那干什么？来，哎呦，还采用背背式，来，有，走着，走着，哦，我走着，走走，可以可以走，加油，可以可以走。可以可以，直接放弃，过不去过不去过不去。我们通过的组啊，我们再把高度往下降一降，再决出胜负啊。行、这个，你们放心吧，点头之交已经有人了。一米二，一米二。好，那我们还是从迪哥组开始啊。我可不可以把你？不用，不可以。我背的，我有力量。我知道。来，不多。我试一下它有多重嘛，小心啊。哎呦！哦，我，哎，可以可以。哎，好轻啊！等一下，马上干嘛？别那么靠后呀！我不用走那么远，你自己加点劲啊！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
就结束了。你不让我加点劲儿吗？他自己加劲儿。点头之交，点头之交。背我，背我，背你，你背我。我在哪儿？你在我肩上。我就直接往过跑，你到这儿的时候你就跳。王子怡病了很久了，别听他的，他第一次来，他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来吧，过了，迪哥，加油！杨丽转。迪哥，起来！迪哥，你可以起来！啊！我的腿！啊！我的腿！王子怡，我的腿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把腿给他。王子怡，王子怡，腿没事了。别动了！王子怡，吓得我心疼疼。迪哥。腿没事儿，这就不算过关了。我再来吧，来你俩，来，我们要在30秒之内完成这个。我俩正常就过去了，这个太简单了。加油！哇！加油！哇！哇！哇！好，过来了，过来。太厉害了，行了，金石之交就给你们了。对，那我们有请下一组吧。我们还是标准姿势吧。好。